自定义开机动画，你需要先找一段素材，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站里下载，里面的动画还挺多的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，注意一下分辨率和格式就行。诺基亚这个我也上传了，大家需要的话直接搜 Nokia 就行，然后把准备好的素材按这个格式命名，找一个 U 盘连上游戏机，长按电源键选择切换至桌面，打开文件管理器，先把显示隐藏文件夹的选项勾上，然后依次进入到这个文件夹，标红的这两个文件夹需要大家新建一下，最后我们把准备好的素材复制进去，重启就可以看到新的动画了。